有口水。哎呀，哎，这个超大呀，怎么里面可以有口水？好棒！他屁股炸了，不够热，他就吹不起来。因为他没有形成一个摩擦，那个炸开是口水之炸。大家听我说，我们今天买了这个魔法两面胶带，这个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做个神奇的东东。现在网络爆红的，在 TikTok 上面看到。然后这样子，我们写，哎，它冰冰的，然后把它对折，再关紧。那个边边只能折一点点，你这样折还是太多了。然后吸管的一边要把它粘住，胶膜撕掉，吹软吧。用力吹，用力吹，用用用！好大！又失败了你。哦，够了够了，停，好停。口金包，你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，可以当人脸捏吗？也可以呢。你捏？它有点像那个太空气球，就有点像那种我们以前买的那个，我一个胶条。哎，它开始漏气了，变小了。我做一个看看，然后这胶膜撕起来，不是要我吹，它一直漏口，烂了，到底是哪里漏啦？全漏。把我抢走，失败了啦！好，你自己再做一个，换你做。哦，哇哦，成功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把它捏好，把它捏好。酷呢，好玩哦，好好玩呢，很可爱呢，做上瘾了。大家可以去买完看看这个魔法两面胶带。哦，好大！哦，这次更大呢，而且大颗很多呢，可爱了吧？粘在一起变雪人，而且没有粘好会缩水，你看。而且粘在一起之后打不开了，好恶心！哦，好大！再来一个，哎，这真的好大，这一颗好成功哦。我们要找到那个方法是怎么样做可以最成功，所以要继续测试。我是觉得要吹久一点，因为这个啊，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，它这边已经融化了，然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膜。嗯，然后它就不会开掉了，这个地方，所以我要吹久一点应该是关键，吹到它整个融化，热一点。哦，这次里面是橘色系列。有，哇哇哦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喂，很成功。很开心哦！哇，你看，开心啦！成功哎，太酷了！像我们以前小时候，我们以前玩的那个太空气球，我也玩，但是那个一瞬间就会消失了。这个如果成功的话，它不会那么快消。可以了。有口水。哎呀，这个超大呀，怎么里面可以有口水？你看口水，哎呀，你看，你刚刚那两颗还大，这是刚刚做的，然后这个是最后吹，最后吹的这颗好大，太可怕，还要玩呢，越玩越上瘾了。够热，它就吹不起来。因为它没有形成一个摩擦，那个炸开是口水之炸。
吹这么久了，都快变烤肉了。哦，这一颗也是很大的。我找到了秘诀，你看它的侧面。对。融化了，它就会嘣，然后。对，融化的，对，这是有融化的。来一次正确版教学，胶带买好，然后撕开来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好。然后把它对折，先捏这一个，它捏扁扁，然后选一边你喜欢的，把它捏扁扁，这样子就好。然后把我们神奇之口水魔法棒放进去，然后嘞，把它的屁股这个膜把它撕掉，上面要封紧，对不对？封紧。对，然后下面这里确认它粘好这样子，然后用最热最烫的方式，就让它边边融化这样子。然后把它捏紧之后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今天存活下来的只有这三颗，那颗太小，可以不用算进去吗？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忙赞赞。这个网路上现在非常红，大家可以去做做看，这个我觉得非常酷啊！完了，黏在一起。欸，我听说别人可以在上面画画，粘好了，反正都已经粘住了，不会粘笔，好丑！他是不是开始跑气了？头变得很小颗。我变得好小颗，被你画错了。我们来急救一下。我们来挤破看看会不会。我们来急救一下。哎，抢救失败，没救。